后壁遐有一个游乐，对。今天哦，麻烦谁？因为我都有去选到啊，对吗？竞争，竞争，我唔知一个搞叫。没有，老师可以教第二关。没有，做水机做地啊，做水机做地做地。但是没有那么多人可以报名。哦，没有。已经要回完了啊！是要较三亿吼，三亿哦，是3000万，我是3亿，啊，这是。
解决中华民族的问题，他说他管念这边嘛，本节目啊，谈到减租问卢部的前瞻计划，他说他第三位在时阵啊，哈，把咱大家看这张联合过程哈，三位在时阵呢，把政府的话本来公诉哈，咱公诉了，把咱这个计划提出去哈。咱的总经费是2,9,869,000哈，啊，所以搁伫咧3月15的时阵啊，咱公所就送咱这个函文过去给政府哈，啊，申请为无故这个老人活动中心的计划，因为这前瞻计划有几个部门，咱第一行申请是老人活动中心的计划哈，啊，咱这个计划是申请上悬3,000,000哈。啊，再来，伫咧3月2日的时阵哈，管政府就送这个计划书修正哈，来送过到卫福部家，好，啊，6月6日咱有召开这个说明会哈，咱县署长、副县长还有市长哈，咱的县长秘书哈，代表会主席哈，所有的还有我们老人会啊，所有的干部都来参加，我们共同来争取哈。在6月19日的时候，县府有函文给公所，就是说他已经转达到卫福部了，卫福部。7,987,000多哈，那在我们8月23日的时候，我们县府要提到县府会议，请县政府要补助我们2,000,000，那我们公所自己也自筹2,000,000，所以就先以提议的工程下去来，提议2,000,000的工程下来试做。那先跟大家报告一下哈，这张图是我们建筑师最新规划的样式啊哈，上面这个图是以前的示意图哈，这个是以前的示意图，那这是上面大家都可以看到，我们老人会很用心哈，很用心来争取到我们县政府还有我们公所争取相关的经费，啊，这个是我们老人会到公所和到县政府的相片。那还有开说明会的相片哈，副县长开说明会的相片，上面这一张示意图哈，这是旧的示意图，我们现在建筑师哈有设计一栋最新型的哈，一楼我们一楼是做日照及老人活动中心哈，那2楼是做小规模机构以及据点的部分，3楼是预备做中央厨房，那4楼是卡拉 OK 舞蹈教室还有健身房，5楼的部分是阅览室和图书馆，那总经费是2,9,869,000元啊，有一点出入的哈，那因为面积有一点变更。好，这是这张，大家等一下会要都可以来前面看。这张是我们最新的964多功能老人社会福利大楼的示意图。那如果后续有如果有相关的疑问，都可以来我们公所或社会科这边洽询。那以上报告，谢谢。谢谢社会科科长张科长为我们说这么详细的说明。我们再麻烦公所把这张图留下来，我贴在我们的公告栏。
名家建议吼，啊，所以修整了，如果伫即个三月二五的时阵，啊，公所啊送来阮管户这边家，哦，啊，消费村这边家，啊，在整个回整了后就，啊，上报户社家属吼，哦，社家属关啊，这个主办的这个计划。另外就是一个长照师，有一个闲置空间，就是整建长照卫福据点的这个长照师，就是我们在做长照 2.0 的这个机构，还是说我们长照 2.0 的服务店，所以这有两个单位在主办这个计划，但是如果一般同一个计划的时候是只可以送一案，但是呢，因为我们这个计划总共这个总经验、总计划的经验是到2.9万吼，将近要3亿啦吼。啊，对着咱地方政府来讲，这可能是一个真大的负担。所以迄阵有含咱市长吼，阮就是讲无要紧，咱就参参来个送落去。虽然讲刚才咱送一个同一个计划刚才送一个单位但是呢，阮含管含市长这边只就决定讲，阮两个所在拢来送。咱这个社家属啊，跟咱长照师。那个啥，社家属这边将活动中心吼，相关是补助3000万，所以我得甲提相关的计划3000万来捐助。另外，这个长照师这边将闲置空间还是闲置土地，是无这个上限的限制啦吼。但是伊原则上吼，卫福部讲原则上上限可能就是5000万，所以我若甲提到这个上限。这个活动的这个空间，所以这是在咱这位服务内底，我有甲强调吼，讲这是咱咧准备长照卫福据点内底一个非常有指标性的一个计划，所以捐助咱卫福部这边只希望会当甲咱上边来补助当然迄个时阵吼，咱部长迄个市长吼，伊是讲啊，可能爱去盘点讲是毋是，看要存偌济钱，有法度补助无法度。是整建长照卫福据点，是摕予咱这个4998.7万，本来吼是有予咱5157万啦吼，但是咱迄个时阵公所讲咱有一寡这个面积吼，计划面积有小可修改，有减一寡这个楼地板的面积落来，咱管户这边加2000万，管户这边加可能爱个经管务会议，爱个咱管掉这边加来决定，而且以上吼。把各位时段来做报告，因为咱福林关是一个拢话非常严重的问题，所以咱对着咱时段未来这个在地老化这个环境的建设，希望讲咱县政府跟着咱公所咱乡镇公所，拢继续有继续在拍拼。咱含公所这边正，无论讲咱斗六啦，还是其他乡镇，拢会当讲积极来盘点咱有诶资源，向中央这边来争取。啊，咱也真感谢吼，咱在座咱县署长、县副县长伫阮即个计划当中，一直互阮支持因为伊真关心咱斗六老人活动中心即个困难，所以常常咧甲我问即个进度。我嘛随时讲有新诶进度，有甲咱。副县长报告，也请副县长吼，甲咱管掉这边只争取会当来，甲咱到了老人活动中心这个福利大楼。
会当多多来支持。另外嘛，要再度感谢咱市长吼，会当和阮管府这边将吼洗手吼，作为向中央这边将来争取，为咱当然市民为咱的时段，大家争取更多济福利。好，感谢各位，最后啊，祝福各位吼，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谢谢。好，咱的副馆长，咱当然市的市长，啊，咱另外的市民代表主席啊，啊，咱另外的社会组组长，啊，咱所有的当然市老人会李干事，啊，咱这可爱的咱的会员，大家好。今天是咱用非常感恩的心，哦，给咱当然市市长。哦，林姓的市长的带领之下，第一个，咱争取到咱的土地。那无这些土地，今仔日咱遮拢当白讲的，哦，咱遮拢当白讲。所以讲吼，咱用最热烈的掌声啦吼，把咱的林市长拍个鼓掌嘞！非常的感谢，过来。哦，咱到六七老人会的财改，即个李干事。非常非常的认真，咱对市长者一直努力，然后咱和市长共同哦，共同伫三月十四迄天，三月十四迄天，咱去县政府，咱才有咱去县政府找咱的县长甲副县长，哦，争取到咱的经费，经过哦，经过咱的县长。跟咱的卫福部哦共同来努力，咱到今仔日为止，到今仔日为止，哦，伫卫福部这边，予咱的钱哦，就伫遮嘛，哦，咱嘛相信讲哦，咱的中央、各地方为着咱到了市的老人会，他们的贡献，过来上海干部呢，就是市长，今仔日都甲咱讲，加码再加码。一吼，是市长是这边，佫甲咱赞助2000万，伊佫麻烦哦，麻烦你管咧管政府这边啊配合，哦嘛配合，啊所以讲吼，咱即摆，互咱即摆，伫到即摆为止，咱咧经营业务啊，啊我头拄啊，我有要求咱的市长，愈紧动工，愈紧好，哦，过来。有一个需求，今天我跟市长讲的，我们老人会共餐，大家好不好？都差不多对吧？市长给咱答应，啊，市长给咱答应，讲叫咱去找吼相关地，咱地方上咱到人市内底有法度给咱共餐的，本来啦吼，他们是要求要有厨房。现在我们六十老人会不用厨房，咱跟外口的人哦共同来配合。哦，啊，这市长甲咱答应，啊，所以讲哦，对头，啊，即摆咱的市长甲咱配合了，非常的好，咱搁讲一声啊，好嘞，这里，来，咱大家先咱的市长吼，甲咱讲几句话，谢谢。
院长哈，咱议会所有的长官、贵宾，包括代表会胡克勤主席、省委代表黄耀平副主席，还有咱的社会科科长，啊，咱的南会会长，啊，所带领的团队，还有咱的副县长哈，谢谢副县长，各位咱南会咱家的乡亲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好，你今日到底换长照哈？时间留来30分哈。啊，甲先讲一个歹势，啊，我来尽速哈。啊，甲这个说明会说明啦哈。因为为什么要来开这个说明？因为咱的老立委足够做顺水人情啦哈。什么叫做顺水人情？大家看，咱6月27号哈，咱的这台底拢有资料，每一笔咱这出的文宣哈所讲的，咱拢有公文啦哈。啊，欢迎老立委来调公文哈。啊！伊足够做顺水人情，啊，必得县政府吼，甲公所吼，阮拜伊，就是今日，阮一定吼，爱来遮吼来甲大家说明啦吼，因为动作啊，啊，规个拢做，包括记者嘛拢叫来吼，啊，不得不。公所吼，今日一定爱来遮开一个说明会，因为啦，所有的土地的努力，当然市公所全力配合，即块土地将近3亿外，包括咱的代表会吼，主席、副主席，甲咱的省委代表，嘛大家拢足支持的吼，这第一点。过来第二点，伫咧争取的过程当中，包括拜访馆长，包括甲卫福部所有资料，头啊答应3000万，包括咱的蔡英文总统。来的时阵啊，佫有交代一个高顾问吼，即中间努力的过程是每一个吼，啊，咱的民意代表，包括咱的副主席，啊，包括咱的省委代表，咱的代表，咱的副县长嘛，拢足关心的吼。到尾啊，阮有拜到会长透过总统府这个高顾问啊吼，本地准6000万尔。尾仔伫咧6月27日时阵有分消息落去，就是讲加1900几万，本地要准8000万，但是因为民间有做一个修正吼，啊，所以讲起码是7900几万啦吼，所以讲阮啊爱来遮，甲大家说明讲啊吼，其实这个案伫咧6月27号，啊，七月底的时阵啊，7月31日。正式修正文已经去，嘛拢已经确定啊吼。啊，咱的老立委伫咧8月29号，就是顶礼拜四，才来开说明会啦吼。啊，其实啦，即咱的老立委，大家拢知影7900万这件工课，但是为什么要讲呢？就是讲袂使甲大家人的努力吼，啊，变成吼，互伊去做顺水人情啦吼。因为啦，当然是老立委的兴建，啊是当然是公所、甲分管政府、甲代表会。非常重视一个重大的建设，啊，我也希望把这个老人活动中心来给起好好，啊，在未来吼，有法度把这个大楼起好以外吼，我嘛甲会长讲我的想法，什么想法？中央厨房一定要做，中央厨房若做好，配合着大楼区。未来会都伫咧咱的大市老人会，再来无够的部分，阮会阁继续想办法来替咱老人会争取啦吼。啊，总共一句就是，阮伫咧甲大家徛做伙，啊，甲事实讲给大家听吼。啊，有咧争取的，大家拢有咧争取，大家拢会有咧努力。啊，嘛非常感谢咱的老人会吼。啊，做遮侪动作，不管遮侪人吼，今日做伙来遮吼，甲大家做一个完整的说明啦吼。啊，谢谢大家吼。啊，希望啊，咱的老人会未来有任何咱来配合的，咱嘛尽量会来甲大家吼，啊来全力支持啦吼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谢市长为我们的勉励。那我们邀请我们的副县长来问。
一点在民宿哈，主席还有我们的代表哈，那边小委处我们的处长啊，所有乡亲户乡亲户，那里面刚是我们在西段哈，这个芝麻，我们的媒体朋友哈，大家好啊。陆姐，阿内听刘丹市长，还有我们处长，一路讲起来吼，这个我们的这个多功能这个网中心吼，怎样讲？看起来吼，以前是跟他嘴巴在讲的，今嘛吼土地也有啊，这个土地大家知影无？全岛老师上贵、上好、上真的土地是倒位呢？这块土地，这块土地爱偌济钱，爱偌济银两，大家知影无？3亿元嘞，想都不敢想，对不？这么好的土地，当初是安怎？什么的起心动念？我相信这张这个海报的馆，咱都看得足清楚的哈。当初咱过去，包括古里，咱叫内先，咱苏雅，咱齐六，我们在竞选的时候，咱有共过。那边安怎总咱这个老人会，咱这个会馆，有起码咱办了上好。已经不敷使用啊，所以咱就爱吼一个新的这个家，我们要有一个新的家。啊，这个家爱多功能嘞，所以不管哦，咱即马很以为在活动，不管我们要唱歌，不管是咱这个运动，甚至吼咱要行棋，然后咱的长照，咱的长青食堂，咱的关怀据点，足济工课，咱拢甲变做一间。吼，可是真正讲吼，咱一路走来，这个成绩、这个进度都看得见。啊，即摆上个玩意就是讲吼，咱努力到即摆安尼，确定的物件已经有7000，到800万，将近8000万。啊，咱顶礼拜，咱的老李伟跟送来一个礼物，吼，共有一个5000万。哇，这真正讲，咱嘛爱拍破万嘞，拍破万一个，对，所以然后吼。这张机机票，咱已经有听到啊，有看到啊。我希望讲未来，不管哦选举的结果安怎，这张机票一定要实现。所以咱得搁加一个5000万入来，安尼吼，真正讲吼，伫咱岛内市。麻烦感谢咱所有对理事长，咱所有乡亲好，李监事，咱在这个芝麻吼，咱大家共同把这个修吼，一个既温暖又美丽的窝，就是然后咱这个建筑物吼，啊，大家拢会当共享盛举，啊，我来个建设哦，包括拄则有讲过，啊，佮有不足的部分，啊，即大家做起来，即拢实实在在，即保持开，拢有咧做，加讲大声啦吼，啊，所以你这个所在的话。天天满意哈，感谢咱大家，啊，因为大家努力甲拍拼，啊，当然上我感觉上辛苦的，上该甲咱斗相共就是咱市长、市工作，因为若无这个土地，说什么像咱拄只会长讲的，这个核心的一如果没有出来的话，后面再多的零都没有意义了哈。啊，真侪人共同的努力，啊，希望大家哈，能继续，能够继续来拍拼，这间厝一定会当早日哈，来落成启用。感谢咱大家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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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副县长。接下来我们邀请。今天的主人的副馆长，尤其是我们林胜杰林市长，还有我们社会处
咱处长哈，啊，真济咱的李干事已经在座吼，啊，再记者先生吼，一个小姐，以及咱上新来咱到了市所有，咱到了市咱聚会啦，不是老晚会啦，聚会吼，大家说，大家身体健康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好。好。那么，来讲吼，有厝才敢大声啦吼，不是讲听。看一个囝就生一个囝啦，听着讲哦，咱地方上哦有一个哦美丽的建设，啊，如来大顺风车啦，我相信安尼是唔对啦吼。今仔听着咱副县长、跟咱市长，包括咱的社会主任，把这个过程完完甲大家报告啦吼。尤其咱理事会报告，这个过程是真辛苦啦。那么感谢咱大拉市大人会吼，所有的干部的努力。今仔日才有这个成果啦！拄则我听到阮市长讲，这块土地三亿五，我嘛去做一块金价，啊有只价值，我来唔知啦。哦，所以讲今仔日市长有邀请我来，嘛一方面叫我甲阮代表为副主席啊黄友美吼，啊甲阮石旺伟市代表都是来遮会思维啦，因为哈。阮地方就是要有一个统筹配合嘛，所以讲这条钱吼，两千万我看那个答应嘛吼。但是拄则讲了加码，因为今仔日吼真相大白啦吼，咱今仔把这个努力的过程来重新时段大家报告了后，伊讲后壁迄五千万，我就怀疑讲到底是真诶假诶啦。啊，我嘛希望讲吼。咱一定要叫啦，这五千万块叫落转来，唔是因为吼，为了选举的时阵，哦，选举到啊，才来追求讲加加嘛。啊，有人讲今仔日吼，咱县政府甲市公所做说明了，哇，这五千万，伊说啊，既然讲唔是我的功劳，这五千万我唔免争取啊，有可能会产生这款现象。所以希望咱这。咱这干部吼，继续对这五千万一定要安排着，不然这一话来建设咱的老人福利大楼吼，绝对有建设较健全的。那么我希望吼，今仔日咱这个说明会吼，再用大家的时间，会当有一个说明完整吼，啊，希望讲今仔日咱这个损失啦吼，我代表会这条统筹配合法。绝对全力支持阮市工作吼，阮市长的需求。啊，那么以上今仔日的会议吼，咱的说明会当成功。这条新闻，咱八月二八，吼，咱县政府有去伊卫福部，去争取一条钱，吼，825万，哦，是啊，来做咱这栋大楼的耐震评估，加强评估，哎，要来做安全，嘿，谢谢。好，OK， 谢谢。